造船呀、啊，先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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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？右肩呢也是要对准旁边这个星星，所以这样子呢，只要把你这两个部位都对准的很整齐的时候，宇宙大觉者它整个就是很庄严。点焦哈、哦，要小点，要比较密一点，不要太大点，太大点就会溢出来。每道工序都考验眼力、专注力和细心度，严格把关祝福的品质。不能一心两用啊，就会做不好，它就会坏掉啊。因为一定要多用心呐、啊。81岁的谢妍美芳年年都来，10年的经验一眼就能看出要调整的细节。200多位志工齐聚一堂，为的是每一份要交到会众手中的福惠红包。希望说拿到这个红包的人，第一看到红包就觉得很高兴，哇，这个红包好庄严哦，让人家看得起欢喜心。那一刹那，我们就觉得很欢喜。今年上人给我们的是佛陀问病图，来代表了我们现在目前整个末法时期所有的众生，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啊，病苦很苦。但是心灵的苦更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样这个人世间哈所有的一切，才能够真正入法修行。小小红包，大大含义。新的设计加上一句句静思语，是期许也是祝福，期许来年福慧增长，平安顺遂。带新闻雷亚检员集台北报道。